OK 了，明天就跟他签约吧。等一下，你有事吗你啊？没事没事。没事，回来跟我坐下。今天的会议呢，到此结束了，两位可以先离开吧。我们继续开会，先看这一面。Good morning， 哎，两位，如果会议结束的话，我就可以进行消毒工作了。啊，好，好，好，我们马上离开。我们马上离开。我用的是德国 Waterliq 消毒液，它没有酒精，也没有化学物质，对人体是无害的。所以我在一边进行消毒工作的时候，你们也可以一边开会的。哇，这么好啊！对呀，它就是好。好清新啊！这么简单呢、啊？那家里也可以用啊，可以用来保护我的家人。嗯，清新。安全与健康的生活，人人都需要 Waterliq。